求你是吧？行，他跪下了。放我出去吧，我承认最开始的确是我的错。唉，好饿啊，身上的食物早就吃完了。唉，感觉浑身都没力气，怎么躺着都不舒服。哦，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要饿死了。唉，可惜这些石头人全部守着我，还有那个大石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唉，不行，受不了了，我得去跟他沟通一下，说不定他心情好就放过我了呢。我总不能让自己活活饿死吧。我已经饿得受不了了，你要怎样才能放我出去？你跪下来求我啊。哼，求你是吧？行，他跪下了。放我出去吧，我承认最开始的确是我的错，你要求的我也做了，请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们从此一笑泯恩仇吧。你以为这样就完了？站起来给我跳舞。不要再跳了。到底够了没有？我知道你想拖延时间，你的巨婴已经攻了进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救你出去。林峰，林峰进来了，你还是不肯放我出去，你在出尔反尔。才旭，你来了，这个大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之前你带我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见过他。他是熔岩巨人，是岩石巨人的首领，如果你求他不起作用，那就换一种方式，用你的语言刺激他。刺激他？那我还要不要活了？你看看他的身板，还有他周围的岩石巨人，我要是惹怒了他，他们直接就能将我踩扁。要不然你用电磁炮帮我做掩护，我找机会逃出去。我已经不能使用电磁炮了，我现在的昏迷时间越来越长，不知道我还能留在这里多久，也许我就快要回到新界了。不行啊，你离开了我可怎么办？我要到一号世界去帮你寻找身体，要先经过六号世界再到一号世界，可我对这两个世界完全都不熟悉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放心，只要你同意，我会在离开之前将部分记忆植入你的身体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离开这里，听我的，去刺激熔岩巨人。我知道了，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还蛮舒服啊，真是个宝座啊。大块头，要不要进来坐一会儿？哦对了，你那么大个儿，你也进不来呀。哎呦，还生气了。是林峰，林峰来了，他竟然找进来了，可这里太危险了。林峰，我没事，你不用过来。嘿，这个傻孩子还是过来了，请你们不要伤害他，有事冲我来。林峰，你先躲开。够厉害呀，一只巨鹰竟然能闯进我的熔岩山洞。得了吧你大石头，你也就把我关在这里才敢说大话，吹牛谁不会啊？你忘了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日子啦？愤怒是最无能的表现，有本事你就放我出去跟你打一场，不过我看你也不敢，毕竟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林峰，我们进来，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宝座。
跟我来，林峰。就是这儿了。慢着，我答应放你出去，但是你的巨婴得留下。凭什么要他留下？我给你一天的时间，只要你能战胜我的岩石军团，我就放了他。林峰，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